Hello， 天王出阵，今日同大家试玩一只咧。近排 Steam 上面推出咗个游戏，呢一只咧系免费 game 嚟嘅。咁但系究竟好唔好玩呢？即系免费唔一定系好嘢嚟噶嘛，免费都可以好贵。咁呢一只游戏咧，就因为佢嘅角色设定嗰方面咧，实在太过有性格啦。咁所以咧，我决定就花几十分钟咁同大家咧去到试玩一次呢一只嘅 League of Maidens The Awakening。咁呢一个游戏咧，好唔好玩呢？同大家试过，咁大家就啊睇完我玩，你就唔使自己玩啦嘛，系咪先？OK， 佢应该系咪会有 opening 嘅 cut scene 之类嘅嘢？系有嘅。OK， 但呢啲我谂我哋可以 skip 咗佢啦。咁啊，主要都系讲个故事，巴巴巴，有啲咩事？有个好邪恶嘅将军发现咗啲唔知外星物件，跟住之后，哇！乜料？我哋揀个职业先，我哋可以揀战士啦、坦克啦、刺客，刺客咩？喂，刺客好喎、啊！讲日文我仲要，哇，大只脚，小腿咁粗嘅 ，OK 啊，就呢个啦。咦，唔系喎，有 fashion 嘅喎，有两个 fashion 嘅喎。哇，呢个 fashion 唔得啦！哇，但系学生妹装，哇，佢嗰个大髀真系夹正。我谂我哋应该会玩呢一个咯。呢一个 OK， 就你啊，我就选择系你啊，咁有性格。呢个游戏咧，同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啦。佢就系一个咧，有好多好有性格。设计独特嘅角色喺里面嘅游戏啦，咁就点样玩呢？系哇，可以自定角色嘅样添，可以 ？What the fuck？ 自定角色样，哇，眼可以转，个块面可以转，跟住乜都得嘅、哦，个 body 咧高啲啊！哇，100分呢个游戏，100分唔该，语言系统100分唔该。我哋身高唔好太高啦，个头喂唔得喂，个头咁大个，个头细啲啊，头大冇咁靓啊。呢个 chest size 呢个摆明系膊头阔度嚟喎，呢个系。跟住我啲手脚呢啲全部幼幼地 OK 啦。我呢个系胸嘅大细啦。哦，饮大得咁大啦，傻嘅。喂，八字波唔得，我哋要黐翻埋少少咁样啦。个 death 系咩意思啊？个 death 系我点可唔可以旋转？我可唔可以旋转我角色？我咩？系好仔细哦。个 jiggness 哦，呢个系鱼摇，有几摇咯？呢个系个胸哦，咁啊，一般摇啦，唔好睇。nipple pointiness 吓 ，what the fuck？ 我哋呢一条片咧，哇！我哋呢条片一定系会黄标，一定会黄标。哇！连个雨云大小都可以教，冇搞错啊！乜料啊？喂，跟住可以教我 pad，、哦、我点样旋转个角色啊？点样？冇得旋转角色啊！冇得。人种、头发，我哋短发，跟住之后 ponytail 啊 ，ponytail 好啊。咦，唔系呢个都 OK 其实，原本呢、這、一个，佢有好多都锁住咗嘅，系咪要迟啲慢慢解锁咧？你唔知系咪要？喂，但系佢一开始嘅时候个样靓啲，可唔可以唔好着全身黑衫啊？可唔可以唔好着？喂，加二 HP 咩？呢个会 OK？ 喂，呢件唔好，其实系咪大嗰龙啊？系咪？我个大髀可以幼啲咯。其实个大髀可以，真心个大髀可以幼啲啊。个大髀边度架？喺个 body 度。个大髀做咩？可以整佢有猪咩？可以整佢？点解咁做啊 ？Over 咯，大髀粗又唔系大髀粗系靓嘅，但系问题唔好粗到咁样咯。跟住小腿可以有少少啦，只脚可以正常啦，咁样好多。跟住我哋嗰个 hip 咧，个 hip 大啰柚系好嘅，大啰柚系好嘅，大啰柚 OK，Over 咯 hip size 咁样啦。其实我哋可以直接出发啦，因为我哋咧，其实我哋主要唔系，其实我哋主要并唔系咧呢一个嘅制造角色嘅游戏嚟嘅，我哋呢一个系即系啊
战斗游戏嚟嘅呢个系。但个 outfit 仲有冇第二啲啊？有冇？呢一套衫佢要打交唔系好 work 咁样。全身黑又好似好奇怪咁样。啊，呢套咧，其实呢套唔错啊，呢套唔错，呢套唔错。我哋已经用咗太多时间喺个制造角色嗰度，你已经用得。但系个胸咧，我想缩翻细少少咯。个胸咁大都好难打交，真心。个胸喺呢度噶。OK， 角色完成，咁我哋可以出发啦，系嘛？我哋去到最终咧，有可能咧系可以去到咁样嘅角色样嘅，应该系可以。哇，乜料啊？手机版面咁样成个。我喺边度可以出发啊？系咪 play 啊？咁应该系。哇！我哋个靓角色，喂，呢一只系咪咸机味啊？喂，呢一只咪咸机味啊 ？OK， 我玩到呢个位咧，我都仲未有机会咧系开枪。而家追都有啊，而家追到。咁呢个游戏咧，大家见到咧，佢系一只枪机味，基本上。咁但系咧，系咩嘅意思？系咩嘅意思？我系咪入钱啊？我系咪要入钱啊？要啊入钱，跟住之后咧，连枪做乜嘢啊？要俾啲咩钱？我要俾金币。佢呢个 game 咧，其实就好似一只咧，就好似一只喺呢一个电脑上面嘅手机 game 咁样，就好似 OK attack training， 我点样开始啊？点样？Complete attack training， 我唔系要喺呢度开始咩？我唔系要喺我呢度。哇，近攻咩？力盾？喂，自动战斗嘅，我冇揿掣嘅。自动战斗，哇！你睇下我哋嗰个角色嗰个性格几咁好，个 personality。喂，做咩？自动战斗啊，真系，即系点啊？喂，唔系用我自己玩嘅咩？碌马 ，no hands。What the fuck？ 即系虽然我咧就唔介意望住个女主角个 pat pat 喺度 jiggle 紧嘅时候喺度睇，但系个问题，我哋有冇话有啲咩掣要揿噶？喂，冇噶、哦，冇掣要揿噶、哦。我哋揿二号掣冇用，揿咩掣冇噶？我哋揿，咦 ？E 掣有咩用啊？系咪技能嚟啊？系咪？又唔系啊？吓、啊？自动战斗 ？OK， 件事情系咁样嘅。嗱，呢一个游戏咧，我只系玩咗十零分钟啫。咁但系佢除咗系即系有啲语言系统啊呢啲咁嘅嘢之外咧，佢净系投呢一段嘅。最基本教学已经是令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不是那么值得玩咯，真心不是太值得玩。首先它的界面所有东西就极度似一只手机 game 啦，跟住之后它有很多位置是不同你说，喂你现在货金少少就可以点点点咁样，它有很多货金嘢好多，即是类似这些咁样呢，它完全是将一只咸湿手机游戏，将佢变咗落去做一隻电脑游戏，跟住之后就呃你啲咪麻甩仔，呃你啲咪麻甩佬，去到货金俾钱咁样咯，完全系。咦，我系咪有个免费箱开啊？我系咪有个？咦，我有免费，我系咪有免费箱？我咪有。咦，我有一个免费箱，开嚟睇下先。Daily crate，Daily line bonus 啊，我冇咩？我有、啊，耶、yeah, ，开箱。有咩攞？系攞咗堆唔知 gemstone， 攞堆唔知乜嘢。我以为会有 skin 添，以为会有。系咯，完全就系咁样咯。所有嘢都系一啲嘅货金嘢啦，货金 skin 啦，跟住呢啲又系货金 skin 啦。OK， 总之你就制造一个自己嘅女神角色出嚟，跟住之后就不准换衫俾佢着咯，可以。跟住之后控制住佢打交咁样咯。咁啊，好唔好玩啊？见仁见智啊！呢啲纯粹只系睇女嘅游戏嚟嘅啫，啊唔系，系睇性格嘅游戏，呢、這个完全纯粹只系。咁啊，我就真系冇乜特别大兴趣啊！咁啊，但系如果大家系喂高达都有美少女战士，
如果大家系唔介意去到即系氪金嘅话，呢啲咁嘅游戏可以玩下嘅。咁但系我又觉得佢纯粹只系用一啲大波大攞嚟到去引诱大家去到氪金俾钱嘅游戏咧。咁我觉得呢啲游戏系唔应该存在嘅，系唔应该。啊、不过可以望下望下女咯。如果想睇呢啲嘅话，使乜打机啫？你开个网站 T 字头网站都有，大把你有睇啦，系咪？不过啊，咁啊呢个游戏咧，原本我谂住咧就试玩半个钟一个钟，起码都完咗个教学先嘅。咁但系嚟到呢个位咧，我觉得咧教学我都唔想再玩落去，因为呢个游戏咧，如果十分满分嘅话，喺个电脑游戏上面嚟讲啊，十分满分我会俾一分，嗰一分系俾预言系统嘅，其他全部嘢不值一谈。音效唔好，跟住角色都系我自己整得样衰啫，其实可以靓女啲嘅。咁但系真系唔得，呢、这、一个风气此风不可长，此风不可长。手机 game 都有佢啦，但系喺个电脑 game 上面都要咁样整到氪金嘢喺度咧，我觉得就真系唔系太好。咁所以呢个 game 咧可以 delete 啦，我就可以。不过唔到啊，今日呢一个咧，我哋系极简单去到试俾大家睇下呢个游戏 opening 开始去到最简单，头先嗰啲咪战斗系点样啦？唔值得玩，真心唔值得玩。咁大家睇咗我玩咗一阵，就可以唔使 download 啦，悭翻啲时间吓，悭翻啲 bandwidth， 悭翻嗰电脑嗰十几廿 G。OK， 不过咁我今日条片我先到此为止啦。呢一只垃圾 game， 大家唔好玩。OK， 咁我哋下条片再见，系咁先，拜。